定的。哥，哥，我看你准备老哥了，跟我生奶是不好的。像我阿芳比较厉害哦，来阮家无几工啊，阮老公透透两百斤块在倒，你拢知？卡细声的啦。要紧啦，做啥生意哦？敢捌听到？惊是无好了，无可能替你稳稳。我收分祖家的财产，我绝对爱把甲你这贪财的钱包挂出去。给。我唔是王亚芳。你唔是王亚芳？对，你是曹丕王国小杂毛了。给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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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是宋山？这是你上喜欢的台语歌。我是红的。红，你这个汉子啊！你不是王亚芳，你是红啊！你当作我王建民老板就找你。你不相信？好，那呢，我就讲你上后悔的代志。头一件就是困袂着黄心怡，第二件就是困着何丽。在咱岛里上讨厌的就是曹胜，因为比你缘投搁比好呀。这件代志你刚才甲我讲过，别人乱问你都无爱承认。我讲了有对无？我你真正是红啊！要紧诶，就是我啊。咱娘做伙做过遐侪歹代志，我骗你是要创啥？我现在你骗我是不是？你不是在骗我，兄，你是在要紧呢？那个母跟那个王亚芳一模一样的，你骗母姐可顺眼了。你叫是我愿意哦。我顶个是要跟王亚芳做伙死，像这样出车祸才爆炸。王亚芳昏迷，我费用，我得叫王建民给我整做王亚芳的模样。我想要用这张面，摕到我原本属于我的名。但是我知影你安尼无，绝对给你拍甲无人认得出来。这绝对袂当让爸知影。我会维护咱的权益，你就要徛在我这边。要若无等我亚芳醒过来，咱两人拢会让爸赶出去做乞丐。有你那侥幸，你就敢？你唔知爸足聪明的吗？我有让爸吃安眠药，我想要趁这几天把爸的钱拢搬走。阿爸哪是这样？我就跟伊比拼啊！我即马是王亚芳呢，我会当设计予伊畏罪自杀。等我把真正王亚芳处理掉，我就会当变回去我原本的模样，做一个祖家千金。那呢，就照咱的计划，把四位罪名撒去王亚芳的头壳顶就好啊。爸，我不是讲无我的温存，每当你来我的房间吗？哎，亚芳啊，莫怪爸计薄啦吼。爸想讲哦，要甲你关心一下，啊，你来小甲你看一下。阿刷发现讲这涂骹乱七八糟，啊，一百度搁在涂骹，我是咧惊讲吼，敢咪阿红回来要对你不利啊？对吼，我的房间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是讲爸，这嘛无一定是曹凤做的啊。哈，兄弟妈，你咧清清菜菜怀疑红啊？红啊，若是知影伊无伫个，你着怀疑哦，伊也足艰苦的。阿宏的个性我上了解啊，大概伊若咧无欢喜的时阵哦，就转去转倒，相当熟悉啦。除了伊无别人啦。囝，啊，你会记去阿个监视器后面哦，调出来看卖啊。我是阿宏做的啊。啊，宏啊，就偷偷出去啊。伊平常时足平淡呢，无才过来，搁转来母家呀。啊，你个话应该调出来看就知影嘛。